辨别。一验三胞胎，三个都有心跳。哎呦，三个都有心跳。在他是五角大厦的吴志公。你是祝生娘娘啊？对，就是因为你不认识我干爹蔡医生。是现代的祝生娘娘，你不要看她长这样，烫着中枪，有哎，有那个，她非常厉害，那是因为你不认识我干爹蔡医生，都变你干爹了，她是现代的祝生娘娘，你不要看她长这样，烫着中枪，有哎，有那个，她非常厉害，她经手的十对有十一对怀孕，真的，而且都是三胞胎，另外一对是哪里？另外，其中一对的她的父母。又怀孕，你根本不需要一堆铲子啊！其实四十二岁那一次怀孕，应该要拜的不是神，是金医学部，那个是。